听到了，对，关心他，调节身体，特别是他这么义气，应该是妈妈的教导。谢谢，辛苦了，成功，谢谢。不同天，没有人，只有气氛，没有气氛。不同天到了，对，就是感情很好，那没关系。清音，一个调动身体，特别是好，小心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每天都有通电话，他很感动，就是也见到很多很勇的老朋友。结束之后，先都要出去陪他。有，我们大家有加码，就是大家轮流陪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有安慰一下团结吗？有，他说很谢谢来过来，那杨阿姨也请我来替他致敬，因为团结在圈内人缘很好，那也帮助我们这些不论是新进的啦，或者是在就是演艺圈很久的人，他都会义气相挺。他这么义气，然后在圈子里面这么火受好评，应该是妈妈的教导，所以无论如何我今天一定要来致敬。那也希望他节哀顺变。杨阿姨说，他这么好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他自己，继续为演艺圈服务。我们也不要跟他姐说什么话。有啊，保重啊，把身体弄好啊，健康弄好，把健康留着才有后续。那之后也会继续陪伴团结。会啊，因为我们从他16岁我们就认识的了。好，谢谢你们大家，辛苦，谢谢，辛苦。谢谢。